道县的民间产业观光发展协会设计以落水车站为出发点的小旅行，透过导览，让游客来了解到在地人文的历史，以及四口人等有啥物好食好耍的料理甲景点。来到民间乡落水火车头，导览先生介绍周边的人文故事和特色。当时落水车头直接一线，阁有一个特殊的景色，一天干那十届，大家拢摕手机啊，等要翕一个难得的景象。没错，就是路牌交接。民间产业观光发展协会为了推广民间市区的观光，透过资源调查，设计以落水车头做中心的导览旅行，了解一下浊水车站它的历史，那以及我们浊水老街，还有浊水的一些我们以前早市的市场，的一些文化。这边介绍在地历史故事，嘛推荐可能连在地人都唔知影的景点，当然嘛推荐好食的当地美食。这种导览就是必须有在地的团队，可能创生团队才有机会听到。民间其实不是我们所看的表面上而已。民间产业观光发展协会希望透过落水旅行的行程，推广民间好食好耍、充满特色的人文故事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